好了，姐妹，129级无底洞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取号，人修的话2400，重修的话6400，这号的话只看底子就是一个14000块钱的129级满底子号，攻击加烈数啊290啊，谢谢兄弟们起源宝箱啊，祝大家都得附魔不给财果，再加2000啊，不给财果给啥都行，3打160啊，这个号有点接近融会贯通了，非常的舒服啊，再加上500，非常的暴力的满技能加五单啊，加上满重修，门派还是无底洞，原始种族啊。是仙族，限量祥瑞九尾冰狐啊，再加神行小驴啊，8200，冰晶魅灵500，飞天猪猪200，海豚再加500，七彩再加200，麒麟啊，俩麒麟再加500，麒麟也是个七夕，行囊4个，召唤兽格子10个啊，再加1000，锦衣冰寒胶360，翻版1000，知雪飞啊360，浪淘沙1500。血谋影360，法宝看个神器，神器固伤91，这号太细节了啊！固伤都给你弄到91，4000，固伤啊，固伤有开神器的吗？就为了增加91点固伤，然后每回合要花7000块钱的游戏币，很少。他写了啊，有高端的都有，那确实有点贵。10段的雾中仙啊，再加上一个1300啊，宝宝是6技能连扇，工资数字极限啊，在工资数字很高极限生长1.77，宝宝装备也还行啊。这只宝宝关键是进阶110，14、13、10进的也好啊，50多，这是76，这是65，这宝宝装备能卖成个5500啊，再加290。再加6400，再加2400，一个固伤空耗4万块，但是高端啊。好啊，估价的话39500，老板的购买价格是39000啊，差距的价格是570，570除一个39000的原价，差距的价格为1%啊，所以说这个号的话是还行啊。